广告播出之后，生力销量不断提高，还被批评卖弄花巧。哎，杰是神尼，生力及新鲜又好喝，大街上随便叫谁来卖都不成问题。怎么了？生力牌娱乐生抽王，新鲜，好喝，耶！吃饭了，华仔。 爸，哎呀，华仔，我拜托你了，你来香港一个多月了，找份正经的工作做嘛，整天做你的明星梦，能赚多少钱啊？你错了，随便做20个小时就能赚200块钱了。嗯，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可以去好莱坞呢。嗯，做梦的时候去吧你。嗯，不是吃饭吗？怎么没菜？ 对，我忘记了，很快，你明天来我夜总会，我帮你找份工作。老是糊里糊涂的。喂，别那么小气了，开瓶大的嘛！哎呀，你好坏呀，你去死吧你！ 姐姐，别走啊！怎么样，David？你看你醉的。我每次来你都没空啊。哦，是吗？那你下次早点找 Pinky 妈约我啊，就这样约定了，拜拜。Hi, Richard，继续来了呀！哎 ，Wendy，Mandy， 去那边坐啊，好好的伺候老板啊。哎，你什么时候改名字叫 Richard 了？我什么时候叫 Richard 啊？ 姐姐，你太不对了，叫你你不来，不叫你反而来了，是不是耍我啊？哎呀，我怎么敢呢？一定是 Pinky 妈弄错了。哎 ，Pinky 妈，别来这套了。，Pinky 妈，马上给我下2个拳击。哎，行了行了，哎，你们玩得开心点啊，我们一会儿见喽。这次你可跑不了。大姨妈，啊，哎，大家不要害怕，哎，不是指那种姨妈，我是她的姨妈。哎呀，你这个臭小子，干嘛到这儿来找我，还叫我大姨妈？是你叫我到这里来应征的吗？啊，哎哎哎，这边这边。哦，Pinky 妈，哎哎，哇，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当心摔死。我看摔死你还差不多呢，我的。不是啊，哎，唱歌唱歌，跑哥还不回来怎么办呢？咱都客人找他。我知道，我知道，请他们再等一下吧。今天晚到2个多小时不算迟到了，不算了啊。哎，这是，哎，这是我名片，到他指教啊。听说你们这的炮哥很屌啊？哎，你说炮哥是不是啊？哎呀，炮哥可厉害了，光说那双荔枝眼，哎，不不，那双眼睛啊，竟然就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啊！他能令人自然而然的臣服于他。 来来来来，哦，可以可以，再耐心的等一下啊！哎，陈哥，哎，陈哥，客人都发脾气了，他们说了，炮哥再不出现的话，以后再也不来了。哦，这这这，你应付你应付啊，那平哥，哎，陈哥，陈哥不好了，客人说我们不给面子，炮哥再不出现的话，他们要叫兄弟们上来砸场子。我知道我知道，再出去撑一会儿。那平哥，我撑一会儿，你看。 Thank you.
哎呀，说你们都不会相信啊，外面雨大的像黄河决堤，哎呀，车子全他妈堵死了。愣着干嘛？不是开会吗？哎呀，开会了，开会了。哎呀，你他妈躲开！哎，可以正式开会了啊。那是这样子的啊，最近在我们夜总会附近呢，将会开两家新城啊，我们打算。你聊去了，我没事，继续。哦，所以呢，我要在这里唤起大家的危机意识。为了打垮他们呢，公司准备在下个星期举办一个 OL 之夜，大家在不在？太棒了！太棒了！一起打垮他！打死他！打死他！让他死完再死！他点的这么好，谁想的？昌哥想。哦，昌哥你想的？我想的。哦，你是想你妈了个头吧？哎呦你妈的，哦，你是不是老板？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OL， 哦什么 L 啊？为什么要办 OL 之夜啊？我们的客人每个都是在办公室工作，上班 OL， 下班还是 OL， 你们不烦，他们也觉得烦了。他们来这里玩啊，当然是要找 PR 了啊。我们这儿的 PR 有什么不好？财经、狗经、马经、国际新闻、办公室政治，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啊！办什么 OL 之夜？去你妈的 OL！ 哎呀，炮哥，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混了几十年了，想出这种馊点子，你是不是想关门大吉，不用上班？他们要开就让他们开，让他们死得难看一点好喽。一点小事就慌慌张张，你怎么干大事啊？他们开在隔壁，这摆明抢生意啊！他抢个屁！大家都知道，全香港50个富豪，有48个都是来我们这家找 PR 的啦！啊，还有两个呢，炮哥，一个是 gay， 一个他妈死翘翘了！啊，那就是说呀，他要开殡仪馆才有资格跟我们斗。阿豹说的对，用不着怕他们啊！哦，笑完了吗？笑完了出去干活啊？啊？哎，出去干活啊！统统出去干活！一堆废物。阿炮，我呢？炮哥，唱歌。什么事啊 ，Pink 妈？没有了，这个是我的外甥千华，他从大陆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呢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想看看两位有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一下了。我说 Pink 妈，我这里是夜总会，不是庇护工厂，你不要老拉一些蒙古正的人来好不好？No， 我们家千华很乖的哦。乖是吧？我很乖的，我知道你乖。炮哥死定了！我说我自己。对了，小超人呢？到处叫人来找你。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幸亏他性情好。炮哥，那炮，这怎么办呢？这个，你拿主意了？你是这儿的老板，什么事让我决定啊？是啊，跟我走。还慢走啊！来了。喂，你的电话。好，谢谢。喂，家里着火了，这次真的死定了，我先走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清华。杨清华，有什么专长啊？唠一声。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往岸上走。前生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看我解苦头。船儿晃悠悠。那个神秘人又送花给你。哎呀，行了，你知道他到底是谁呀？为什么每天送花给你呀？你告诉我。赶紧去上去散，赶紧。小费啊，妈咪。这么多啊 ！David 给了你很多钱，才5000块嘛。我怎么就没我的？你当然拿不到了，每个你都上，不值钱了。哎，你们不要这么市侩嘛，老是谈钱。没你那么走运呢，找到个真心爱你的。就是吧，喂，你要吐进厕所去吐，好恶心。就是嘛，吐完了。喂，念慈呐，你这样不行的嘛。每次人家上来，你都不收他的钱。男人到这儿来玩啊，怎么会对你真心啊？
不是啊，他跟我说他是第一次来啊。第一次，第一次上你吧，你一定是爱情小说看多了，看昏头了。嗯，对，嗯，不是有个人每天送花给你吗？给人家这么好了，叫他上来玩吗？还省这种钱？玩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呀、啊！你别让我猜中了。我说一定是那个变态的龙虎炮，平时老摆着老大的架子，其实还不是个臭男人。哇，你们是不是在说炮哥啊？他是什么生肖啊？龙虎炮是不是他本名啊？他睡觉是侧睡还是朝天睡的？哇，如果有一天啊可以跟他做事的话，我现在洗屁股也愿意。咦，你不要这么恶心了。这屁股吗？每个人都有，什么恶心的？又在说炮哥。还有谁那么讨厌，值得我们天天骂他？你那么恨他，还老盯着他看？什么？谁盯着他看啊？别解释了，如果真的喜欢人家就大大方方的，干嘛在人家背后说闲话？真没品。你干嘛一直替他说话？现在你又不是他马子。哼，爱情呢是讲究付出的，你别奢望他为你奉献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别这么假正经了，赶快把他吃完了，买单了，赶时间买宵夜，快点。哎，太正点了。还有没有粥啊？吃火锅嘛，喝什么粥？那这碗是什么？这碗是猪还吐出来的东西啊。啊，不要走，干什么？继续猜嘛，坐下，坐坐坐坐。嗯，这么好，那这样吧，这次我们呢，赌大一点，赌两圈吧。但是由我来出题目，你们说好不好？啊，好好，来出出。我还是哎，住手！投降输一半。但是你们那么棒，我输定了。你们让让我行不行？怎么让啊？就是我赢的话赢全部了，但是输的话输一半喽。好吧，好，开始。好，那就把钱拿出来，来。好。两千。哦，开始了啊。那出题吧，说。哪种动物上天能飞，下水能游，出水能跳，见地能钻？什么？蒙面超人。对，错。哆啦 A 梦。猜动物不是猜卡通人物。怎么样？那你说吧。我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怀吧，给你们。你耍赖呀！你耍赖呀！你别说我耍赖了，再给你们次机会了。你们可不可以把鸡蛋呢往地下一砸，这鸡蛋会弹上来，然后你一手把它接起来？这么神奇？你说鸡蛋啊？鸡蛋？有没有搞错啊？全破了。当然会破了。那我这里有只鸡蛋，你们看看。我不要，你也闻闻就知道是鸡蛋了嘛。嗯，真的是鸡蛋，是不是啊？那鸡蛋看好了啊。哎喂，好厉害！哎，你教教我们，这么厉害，教教我们呢？开玩笑，怎么能教你们？这是我的绝技啊！雕虫小技而已。炮哥，炮哥，这鸡蛋看上去蛮好玩的嘛，只要把鸡蛋放进醋里面泡个两天，鸡蛋就自然会有弹性了。嗯，你老妈那顿奶如果塌下来了，把它放进醋里面泡个两天，自然也会有弹性了。通通站在这里玩蛋，不用干活啊！再不干活，全给我滚蛋！哇，他连拿老妈兑奶去泡这么前卫的点子都想得出来，不愧娱乐之神，以后能跟他学习就好了。很简单啊，能赢了就行了，能赢一样多好，赢不了啊回去耕田吧。哼，总有一天我会赢的。
我先看见了，先看见了，别跟我抢啊！哎，喂，我先来，我先上啊！哎，喂，你是不是小孩子？你是不是小孩子？你干什么？泡妞都这么行，我跟定他了。我第一天上班，你给我一点面子，顶多宵夜我请客，不然以后。咦，昌叔。哎呦，来了。是啊。你们认识啊？大老板堂哥的女儿跳老木。老板女儿？哎呦，进我办公室再聊。好好。哎，来来来。喂，记得明天跳老木啊。哦，跳老木也能把到把子，好厉害呀，偶像。哎，来来来，哎，进来进来啊。怎么样？你爸爸的心脏病有没有好一点？嗯，还是那样，所以他就叫我从加拿大尽快赶回来。哎呀，年纪大了嘛，毛病自然就多了。哎，你找到工作了没有？刚刚才回来，打算过两天再去找。还干脆回自己的夜总会做吧，一来呢可以自己打理生意，二来呢你爸爸他也需要休息，免得我老去烦他。这样。哎，你放心吧，我会教你的啊。哎，赶快签了这份合约，来来来。哦，好好，这里这里。哎，阿炮，是什么合约 ？OL。啊，不是无伴吗？这个是法国名酒 OL 啊，不是你那个 OL 啊。啊，这是谁啊？新小姐。啊，哦，她是堂哥的女儿 L 啊，刚从外国念书回来的。啊，行行行行行行啊，啊啊 ，L 叫炮哥。啊，行，炮哥。嗯，有什么事啊？烂肚子跟新哥在贵宾房里吵起来了。哦，这样。那你还不快去把它摆平？啊，我，你是经理啊，大堂的事你要管啊。喂，不如什么？我去啊。啊，那好，我去了。我去的话，你就不用管了。那我请你回来干什么？啊，明天开始你调去洗厕所，拿去我的办公室，然后洗厕所。哎呦，你妈的哦！炮哥，有种你就过来。你他妈靠谁脸？我的头！你他妈过来！怕你！有种你过来！我的头啊！你干嘛过来？过来！怕你我！有种你就过来！一刀捅死你！我打你！怕谁脸？过来！你他妈要唬谁？什么事啊？在这里哔哩吧啦，唱 K 啊，吵个不停啊！当这里是茶餐厅啊？约好在这谈判呢、啊？哎，干脆一人给你们一把西瓜当护砍啊！不然就给我乖乖的坐下！你什么都想唬我老大？你他妈算老几啊？敢胡说八道，给我死出去！哎，德哥，不要为难弟兄们嘛，这无缘无故的叫人家死出去，他就还没死，你叫他怎么出去？啊？哎，好了，叫他滚出去吧。听见没有？滚出去！是老大。哎，等一下，小兄弟，你回来。是不是大哥？你是不是耍我？你刚才那要是爬出去，不是滚出去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滚啊？不知道。啊？不知道？那要不要我示范一次，滚一次让你看看？不用不用不用，你用用脑子想想啊！啊，难怪你们这行家大半都转行做盗版了，你们只是 copy 就不用自己动脑筋了吗？你自己想想，什么东西是滚出去的？皮球。哦，就是啊，那你还不滚出去？还不滚？是老大。你收小弟的时候没考考他们的智商吗？小朋友而已。你他妈算了吧，连小的都管不了，还冲什么老大？你省点吧你。哦，原来你们俩就是为了争谁做老大这么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在这儿哔哩吧啦。这不是小事啊，谁赢了谁做老大，这是大事啊。那个大草包啊，老大就是持牌人，这出了状况呢，持牌人要负责任，这个位子有什么好抢的？嗯，这样吧，我说了算。你们划一拳，谁输了谁做。炮哥，不是这么儿戏吧？就是，起码也得三盘两胜啊。你他妈的以为我很有空啊？站在这里看你们划三盘两胜，一拳定输赢，快点来。好，划就划。来呀、啊！来。
那大家准备好了，来到麦当劳啊，吃他妈什么好啊？巨无霸呀，巨无霸！炸薯条，炸薯条，苹果派，苹果派。我输了，我输了。那你以后就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成长，谢谢成长。哎，谁是老大？当然是我，是你就倒霉了。现在反黑组啊，抓的就是你啊！炮哥，怎么办？你是老大是吧？走。哎，炮哥！哎，慢走，老板。以后再来光顾，留个妈咪给你补补身啊。哎，我不是带你去洗粪坑了吗？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年轻人，新款式啊？对啊，最新的 V 壶嘛。新款 V 壶？你那个那么小，不值钱啊。妈，走吧。哎呀，臭小子，人家那个才是最新款的，你还说我这个是最新的，马上就给我找一个回来。这个疯子，快十二点了，怎么还不来啊？我是 L， 如果你想跟我谈公事或是讲政治，请你在嘟一声之后留言。L， 我是千华，我正在71门口等你，你赶快来吧。我是 L， 如果你想跟我谈公事或是讲政治，请你在嘟一声之后留言。喂 ，L 啊，我们约好了上午11点在71门口等的吗？你又不来，这电话又打不通，你一定是忘记充电了。你怎么这么大意啊，傻瓜！我现在在你对面的餐厅吃东西，你快点来。来了。你不是跟Paul飙车吗 ？L， 你坐坐坐。喂，你的消息真灵通啊，这小子真有种，居然敢叫我去大清水飙车，我才不怕他呢。结果骑马赢了他400尺。我还问候他全家，看他以后还拽个屁呀、啊！但他那个人很狠呐、啊，你不怕他报仇啊？放屁！谁不知道瑞是我的性子？先生，他敢，他敢来，我一鞭打爆他的头！随便了，来杯什么冻饮啊、冰水之类的，随便。那到底要什么？那来瓶、XO 吧。啊 ？XO 啊！这是 Son of the Flower of the Beach， 真是的。刚刚大家谈到哪里啊？哦，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应用欧几里得原理打个高尔夫，令它能旋转进洞。来，我们大家研究一下。哦，一杆就要进洞是吧？那其实呢，你说话要尊重一下人家的程度。要是人家问你怎么耕田啊，怎么种菜，你们懂吗？人家是大陆佬。也不是什么大不大陆的，我是个新移民嘛。就是大陆灿喽。在聊什么这么高兴啊？哎，大哥，又抽烟？没有，玩玩吗？玩，吃大便好玩，你不吃？他是谁？我就是广东省华南沿岸海拔3000米的珍宝飞龙。你已经够白痴了，还认识个智障的，交朋友也交个聪明一点的。叫这种废物啊，叫他闪一边去吧。哎，听见没有，还不闪开。我想帮你。我用得着你帮吗？你看看这个混蛋，领子上还有个唇膏印，你还拿他当宝。你不是说去开会吗？是啊。怎么会有唇膏印啊？我搂着个妞开会，当然有唇膏印了，还被他咬了一口呢。你答应过我不再泡其他妞的。单一个你不泡其他妞的，说说而已，你又相信？你这种货色，我多的是。你说什么？没镜子，撒泡尿照一照。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我的事啊？你说呀！放手！你说呀！放手啊！跟着废物慢慢吃吧。我约了舒淇。走啊！是是大哥。所以说啊，你不自量力，自找的。
他妈的，有点钱就那么屌？用不着一万块吧？大哥，我们去哪儿吃饭？我身上只有几万块，你们决定吗？站住！好吧，好。什么事啊？大陆菜。郑州城第四是小龙问路。大龙摆尾。大陆餐打你。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没事吧？好歹，替我看着厕所，我到楼下去买马。行，没问题。然后呢？今日更糗，不过不是我糗，是他糗。怎么糗法？我告诉你，是不是你搬了这个广告计划？是啊。你为什么要搬？烂而且多余呀。烂在哪里？哪里又多余了？全部都烂，全部都多余。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一句烂和多余就不要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版面花了多少时间？我管你花了多少时间，总之烂就是烂，多余就是多余。OK， 你说，烂在哪里？好，我清清楚楚告诉你，你以后别再烦我啊！你这份东西英文比中文大，多余。还有，整个版面设计连一个女人都没有，多余。这黑漆麻屋的你卖殡仪馆啊，比多余更多余。我完全不认同你的说法。这次我是用一种很高格调的手法推广我们的夜总会，你根本就不明白。这就对了，连我这么高格调的人都不懂，那其他的人又怎么会懂呢？公司每个月签九账都签十几万了，我这个计划只需要3万块而已。3万块？你还而已啊？3万块外面的小姐就算脱光了衣服翘高了屁股也赚不到了。3万块，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个有钱的老爸？你回去检讨一下吧。3万块你还而已。你叫什么名字来的？艾里。真的假的？是不是就约个时间啊？我艾你。哈哈哈哈哈！喂，你干嘛打我？你少跟我装蒜。没错。我是被男人打，是很糗啊！笑啊，还不笑？你被男人打，你怎么没说？是你自己说的。去打撞球好不好？去了。不去，哎喂，三温暖，有小美。去了。那吃东西啊，去宵夜。说了不去了，是不是找 K 啊？哎，不去不去，我们去，走。够了没有？你哭啊？是啊，行不行？没见过女孩子哭啊？不是，会哭，会哭是一件好事，你哭吧。你滚呐！你滚开！你滚开！滚呐！滚呐！你听我说嘛！你以为我笑你啊？我说你会哭是一件好事。我意思是说，你还懂得关心自己，还介意人家怎么看你？你这有什么好哭的？还有人比你更惨，刚刚从大陆来香港，人家不是说他土，就说他娘娘腔，还说他吃软饭，每天都被人骂。刚刚做出一点成绩，又被人说是靠关系，但他没有气馁。他一直力争上游，终于让他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你什么时候拿过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了？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黎明了。喂，他是我的偶像，他所有的歌我都会唱，唱一首给你听听吧。I was born in Beijing， 怎么样，爸爸？有什么好嘛？当然是刘德华好了。他有多好？我已经望着胸口，拜拜，别想不开。
老天爱笨熊。刘德华有多厉害啊？能比成龙大哥厉害吗？有多厉害？当然厉害。哈，嘿嘿，凭自我，哈，硬汉子，哈哈，献出一份痴。咦，啊，好恶心呐！哎呀，什么不是啊？你不要再骗我了。你是不是打算这样过一辈子啊？那个小姐到底是怎么搞的？来了她，我也不知道啊。她叫了小姐，我就赶紧说她去。为什么这做舞女的老是爱赚钱养小白脸呢？那总有一天人家不要她，自己得了性病也没钱治啊。哎，是啊。哎，等我，妈呀！哎呀，不，跑哥，你屁股撅那么高干嘛？等着我捅你啊？不是啊，这完蛋了，跑哥，那几个条子来了，有没有小姐肯进去？正在发脾气呢，拿大便砸我，你说多恐怖啊？您帮我摆平好不好？你第一天上班，明知道阿炮不应酬条子的，人头猪脑，笨的要死。哎，凭什么？拜托你去搞定吧。喂，我才不去呢！那几个人有毛病的，四个人上来叫一个小姐，叫半瓶酒要签四瓶，一个不留神又摸又捏，喝醉了酒二话不说，钱也不付就走了。总而言之啊，不带小姐进去啊，我别指望能出。哎，刚好叫他去，他急着要钱，喂狼狗看门口啊。好啊，去就去。哦，你答应的倒是挺爽快的，知不知道去哪儿啊？坐几号台啊？条子，禽兽条子。条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去去去，喂喂，去，去呀！走走走走，你说大盖穷疯了。哎，条子也是男人吧？你人别动，看你往哪里跑！你中头奖了，这玩意儿！来了！哎，秋秋来了！哎呦，这个好啊，这个大秘密啊！来来来，你先来，一个来，我们轮着轮着玩。来来来来，我这杯你先喝了，给我这杯吧。哎，我这杯，来来来，哎，师傅姐，师傅姐的，没没没。哇，好的，我不要，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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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杯，我这杯啊，再喝一杯，来吧。原来是你啊，这么巧！哎呦，吐的一地都是啊！肠胃炎，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哇，哎呀，你醉成这个样子怎么回家？要不这样吧，你求求我，或者我也考虑考虑送你回家。啊，喂，这求人又用不着死吗？你这么倔干什么呢？啊、哇，我这几千块的我。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啊！啊啊！你走开！怎么？啊！我走开了。知道。怎么？你想占我便宜？你滚开呀、啊、你！我们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全都骗吃骗喝，真的太新鲜。哎，你说的那个呢是你的性子，那个呢不是我，我不是那种人。你不想，有机会你会不上。我先向天发誓，我不会再理那个王八蛋的。我每天上班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整天有陈浩贤不务正业的王八蛋。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他？我是念旧啊。哎，别这样了，你是一时跟错了人而已。其实有个蛮不错的在你旁边，你没发现？什么？你骂我啊？没有，我没有。不是，你住哪里啊？我送你回去吧，你别这样了，好不好？救救他！哇，你可别后悔啊！这里不能停车，驾照拿来。
你能不能逛一圈再回来？你是不是想耍我啊？啊，警官，你说话小声点儿，不是耍你。不过你也看见了，你十五分钟逛一圈回来呢，我一定给你抄啊。那得合作一点啊，说话小声点，赶快给我出来，这样快点，我快上台了啊，合作点，出来，赶快出来，我快上台了，动作快一点，快点快点，什么事？出来，快点快点，你醒了，快点，快点出来，不然我哭出来了，快点出来，快点。把战斗拿出来！怎么了，Qiqi？Qiqi，时间了，我赶时间。Qiqi，喂，把战斗拿出来。Qiqi，快上台了，把战斗拿出来。警官，你看看你，你不就是想抄牌吗？我他妈可以给你 cash 啊，抄牌！现在全都被你搞砸了，那一张罚单才多少钱？我拿现金给你好不好？你编号几号？我投诉你。回来了，煮包速食面给我吃。这答案那个客人呢，上来开了瓶好酒，然后他就，华仔人缘很好啊。华仔嘴巴可甜着呢。就是安娜，明天他很能干，升他做经理吧。对啊，升他做经理啊。对呀，就升他做经理吧。强哥，你有话要跟我说啊？我打算啊，明天升你做经理，不是吧？你真傻了，唱歌会骗你吗？真的，唱歌。是啊，干活干活。谢谢唱歌。喂，看路啊，小子。对不起，炮哥。哇，这小子今天发生什么事了？这么高兴？不是，我看他工作不错，升他做经理啊。老倪，我已经问过你了，是吗？不是啊，这笑容这么灿烂，升他做经理也无妨。男朋友呢？怎么还没来啊？跟李嘉诚谈生意喽。李嘉诚啊，他认识李嘉诚啊？是我干爹。豪哥。哎，哎，大家都在这儿啊！哎呀，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啊？什么这么巧？Qiqi说约了你的。是吗？哎呀，我这种做大生意的人哪记得了这么多啊？啊！滚开呀、啊！不识相、哦，还不让浩哥坐？浩哥，您坐。哇，椅子都被你坐得烫手了，你们痔疮啊？哎，放心。啊，对了，忘了今天是你生日了，没带什么礼物，封了一封小红包给你。哇，这还算小红包啊？谢谢，还划不划拳啊？好啊，玩拍呢，我跟炮哥拍的。想得美，炮哥，我跟你拍的。爬来爬去的也太麻烦了吧。啊，一人喝一杯，喝到趴下为止。来来来，喝酒啊！我也跟大家一起喝吧。来来来，干杯啊！快点！哎哎，小朋友，我们这是喝酒，不是喝奶啊。外放哥，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在乡下，我妈从我很小啊就已经用五粮液冲奶给我喝了。来来来，哎，不要一杯杯喝了，一人一瓶吹喇叭，好不好？哎，来，好，好，厉害厉害。哇，炮哥，你不是耍我吗？你别这样吧，炮哥。你说要吹喇叭，我就陪你吹喇叭。哎，小姐，你这只喇叭的声音还不错，还给你。嗯，好。哎，你还没有带箫出来。喝啤酒喝到明年也醉不了，小朋友，不如来一个三中全会。哎，三中全会是把三种酒精浓度最高的中国酒混在一起，酒量浅的人就会立刻醉倒。
实在是很好看，图片美丽，颜色美丽，生动立体，厉害，炮哥好厉害啊！歌唱完了，你该喝了。不喝了，唱首歌就算了吧，今天不喝了。吉吉，你怎么有空来？Happy birthday！ 谈完这笔大生意就马上赶来喽。大生意谈了几年了？你有没有脑子？人造卫星不是你的私人卫星，这么轻易谈成的？哎，喂，这位啊，帅哥怎么称呼啊？叫我漏子。哇，漏哥，我本身呢在大陆也是搞这个航天行动的，我跟那英很熟的。来，过来聊聊吧。那英你认识啊？是。就这么跑了，太没水准了吧？哎。还是保持点风度，替他喝了吧。嗯，你明天赶快去找史皮宝，把事情谈妥了啊。什么史皮宝啊？史皮宝啊，是搞侏罗纪公园的。搞侏罗纪公园那个叫卢云宝吧？是吗？其实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我怕你知道之后不接受我，那我就连幻想的机会都没了。你一直都很有自信的。没错，我是对任何事情都很有自信，除了条子和女人。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亲眼看着条子活活打死我爸爸，所以我很恨条子。而女人呢？女人，因为你前妻对你不好，对不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好的时候就卿卿我我，不好的时候就你有你，我有我，一声不响的就跑掉了。那你还跟我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跟你说，我更害怕。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说你别再耍我。我哪敢耍你啊？你还说没耍我？没有。你是不是要我？你是不是要我这样？你随便，当自己家一样就好了。哎，喝什么？喝水啊，多喝水对皮肤好。来来来，喝杯水。哎，这里有条毛巾，是新的，有把牙刷，也是新的，还有支牙膏，都是新的啊。楼上呢，左边的第一个房间是你的，我就住在你隔壁。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叫我啊。嗯，哎，你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嗯，我回到家里呢，喜欢干干净净，啊，换掉上街的衣服，那就没灰尘了嘛，好吧？来来来，洗个澡，换件衣服啊。哎，别走上去，别。哎呀，你这上街的衣服，这有灰尘吗？那就，哎呀，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关系。哎，你上去洗个澡，换件衣服吧。哎呀，我真是很喜欢干净的。啊！喂，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可以弄破我的小天使？这个小天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吗？我在夜总会上班很烦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音乐乒乒乓乓的，你们这边舞女也乒乒乓乓的。我每天回来都要听小天使的音乐，你可能现在不想了。我每天都要听他，叮叮的叮，叮叮叮的叮。现在被你弄坏了，怎么叮啊？你叫我怎么睡觉啊？你说怎么办啊？我买一个新的给你。你买一个新的给我，你买一个新的给我，也就不是这个了。新的就是新的，旧的就是旧的，新的跟旧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我真他妈被你气爆炸了。你这人真是。哎，你去哪啊？对不起啊。哎，算了，别提了，好不好？不是啊，我想回去找漏仔。
什么？你去找鹿仔？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女人到底在想什么。你要去找鹿仔 ？Sorry。你进来不换衣服就坐在沙发上也 sorry， 打破我的小天使也是 sorry， 接着去找鹿仔还是一声 sorry。哎，现在的小姐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是不是？姐姐打电话回来说不干了。啊？那关我屁事啊！不对呀，我听他们说昨天你把他拉走了，现在他说不干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哎，炮哥，哎，整个厂子都知道了，你是不是把他给包了？你妈的，我包你娘啊！你是不是长了痔疮没前科，叫我把他给抠出来啊？是这意思。我不是调了你去守厕所的吗？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干什么？去你妈的守厕所！喂，炮哥，那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掏我的鸡鸡出来给你好不好？这里人多，你跟我去厕所，我掏出来给你。现在没有了，谁会不行啊？少一个小姐，公司不会倒闭的，尤其是她。去干活，快点去干活。哎，宝哥，哎呀，这也完蛋了！那几个条子又来了，他们说这个找不到房间，又叫不到经理，正在发脾气。哎，你知道我这害怕呢，对不对？你呢？我是啊，那我叫谁去啊？啊，我请你回来就是要你摆平这种事的吗？宝哥，你让我洗厕所，对不对？你回来，你居然还敢顶嘴啊？不是，我现在在省里做经理，你马上去给我把他摆平。不是，宝哥，你让我洗厕所，你说的话我一定要听，我洗厕所。你这个乌鸦嘴啊，一个个全他妈这德行。这个环境怎么这么臭、哎？你别走、啊、水果为什么臭的？对呀、啊，洗个脸。那我换一盘。自己来闻一闻吧，你。是吧？来吃。还有呢，把这吃下去。哎，小胖子长得真可爱啊！来进去吧，进去吧。几位警官，什么事这么生气啊？哎呀，火这么大，干脆找几个小姐陪你们降降火，好不好？降！你骂其他的秘密有这么大吗？马上叫大秘密Qiqi来。那真是对不起。Qiqi今天不舒服没上班，哎，但是我们这个厂子不止他有一个秘密大，其他小姐的秘密也不小，干脆叫他们出来陪陪你们。捏起来哪有他的那么舒服啊？我今天谁都不要，我只要他。马上打电话叫他快来。对呀，每个人都可以让我们三个一起上的吗？啊？那坦白说，我就没本事叫他回来了。你们要其他小姐的话，我马上叫他们来啊。还有啊，你，啊，这瓶酒呢是我送给你们的，不够我再送，啊，句号。几位先喝酒，来，一瓶酒就想当没事了，几位，我是要饭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别在我厂子里捣乱啊，不然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我们是来捣乱的，就是来捣乱的。怎么样？你说不要指来指去的，我叫你别再指来指去了。几位，妈的，给脸不要脸的，好说有话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喂，我这。你妈的，袭警抢枪这步有你好看的，招个警官。喂，警官，哎，高四，有话慢慢说嘛，什么事这么生气嘛？给他一次机会嘛，啊？什么事？袭警抢枪，抓到过去。喂，各位警官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就去安排，保证各位两个满意的。来，喂，各位警官，来了三个比你伟大的护士，来，坐，陪陪我啊，满不满意啊，各位警官？哎，满意，用心先生，是吗？好啊，你真来，快倒酒给警官啊！哎，行了，我们来，阿宝，喂，你这两天怎么了啊？你看华仔，三两下功夫就搞定这几个条子了。这几个条子摆明是上来找茬，你不知道就别唧唧歪歪了，好不好？人家跟你无冤无仇的，怎么会摆明是找茬呢？喂，条子也是男人呐，男人就是我们的客人呐，客人要什么你就答应他了。Qiqi不上班，你就打电话给他呀。现在Qiqi不上班关我屁事，为什么非要我打电话给他？大家都说你包了他嘛。那是也好，不是也好，如果是的话呢，以后不要再这样了。这种事啊，对大家都不好。那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今天已经气得快爆炸了，你不要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冤枉我。要是这样下去的话，我不干了。哎，好啊，这起码能表示清白啊。啊，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啊！啊，我全明白了。哎，就这么决定。啊，我以后呢，再也不必为你这个厂子费心了。你以后也别指望我会再踏进这里半步。啊，厉害！
你看看啊，啊，叼着只雪茄，简直像个老总经理啊！不是吧？是。喂，说真的，我也觉得有几分像。你也觉得像了吧？你行的呀！你看，阿炮摆不平的人呢，你三两下功夫就能把他们都摆平了。来，现在给你个机会，今天开始，娱乐之神的位子你坐。不是吧？是。那我终于赢他了，实在太好了，大哥。你这么聪明，坐这个位子是早晚的事而已啊。是倒是。不过这样，有件事呢，我觉得你应该改进一下。什么事？态度。什么态度？你站起来看看，站起来看看，你现在这造型呢，有娱乐之神的外形，但是没有娱乐之神的神髓呀。那怎么办？那首先要从坐姿开始。怎么做？像我这样喽。工作跟瘫痪没什么两样，就是要瘫痪啊！喂，你从今天开始就是总经理，不用做事情了吗？叫人家做就行了，瘫了不是更好？这样是，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差一点点。话说回来，看人的时候呢，我需不需要抬高头、有气势，就是这个样子？我当然要了。双眼朝天，叼着雪茄的呢，你看，你看，这多威风啊，是不是？是啊。还有啊，华仔，我知道你跟同事们的感情好，但是从今天开始呢，你一定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以后你就是总经理了，不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听你的。那怎么划清界限？就像阿炮以前一样，对也骂，不对也骂，骂也不听的话，就一拳凿下去。凿下去？对，也要对着胸口，啪，是不是这样？哎呀呀，是这样，是这样，是这个了。哎呀呀呀，实在太好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今天很高兴。哎，大家在训示途中怎么都不站好啊？那女的应该挺胸，男的要缩阳。大家听着啊，以后呢，我将会比龙虎炮更加的严厉，以及更加的出色的啊。喂，训示途中你们说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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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头还是肚子？是吧？头还是肚子？哎，肚子。我说话而已，干嘛打人呢？Very good。哎呀，华仔你聪明啊！我说的你一学就懂，比傻炮可聪明多了啊！当然了喂，我以前在乡下是当村长的，村子里至少有一百多两百个村民，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夜总会。聪明。做人呢，谦虚一点好。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谦虚会被人说你虚伪的，现在不流行了。就是啊，龙虎炮也不谦虚嘛。所以他现在才会消失。那是因为他能力不够嘛，昌哥。对，能力不够。哎哎呦，啊，今天叫你出来呢，其实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啊？是这样的，龙虎炮呢已经走了，我跟昌哥商量过，打算帮我们的夜总会呢装潢，改改革。怎么改？那，你知道了，我们夜总会小姐一直都不够啊。所以呢，我跟隔壁大陆城的妈妈桑已经谈好了，哎，她答应了带他们厂里最漂亮、身材最好的四十个小姐来我们这儿，过场费400万，太划算了。没错。还有，我跟一个新的洋酒代理谈妥了，他说呢，以最便宜、最优惠的价钱提供一批新洋酒给我们，只要我们订1000箱，他马上多送1000箱。哇，便宜的你想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呀。那需要多少钱啊？总共500万而已，太划算了，划算。哎，你怕我骗你吗？你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昌哥嘛。来啊，签了吧。哎，对，哎呀，你看完之后签个名吧啊。来，哎，哎，还看什么？做大事这么婆妈怎么行啊？一下子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那些钱还要给他们发薪水呢。哦，这个华仔和我已经搞定了。哎，有一家财务公司跟我很熟的，只要你签个名呢，他马上可以借我1200万呢。
啊，那同事们的薪水呢，过两天再发喽。不高兴的叫他滚了，对啊，反正全都老掉牙了，我也打算换明年轻的了。本来人家也不答应的，我高三我做担保人，他们才想答应的。我已经签了，你就放心的签了。对啊，华仔已经签了，那你也签个名吧。这次是我们大展拳脚的好机会啊。哎，是是是，哎，签吧签吧啊。来来来来来来，哎，陈哥，你带我进来干什么？哎，侍新小姐，顺便试试新酒喽。哎，大陆城那些小姐已经开始上班了。哎呀，上班了，这批小姐真够水准呐、啊，个个天使面孔，魔鬼的身材，走起路来摇啊摇啊的，很有节奏。哇，说起来直流鼻血，真这么厉害？哎，一点不骗你啊。喂，你不相信自己试试看啊？可以试吗？可以啊。阿炮以前每天都这么试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喂，就在这儿上，我也不介意啊。上也行，上也行。我查过了，哎呦呢，今天不上班啊，待会儿你尽情享受。经理，小姐来了。哎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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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两个伺候他，你们两个跟我来，来来来来，哎，是严经理呀、啊！我是严经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猪皮。猪皮呀、啊！哎呀，杨经理，你真的好帅呀、啊！比蔡凤华还帅、啊，好厉害呀、啊！我好嗨呀、啊！我好嗨呀、啊！哎哎，华仔，是猪吗？你知不知道？啊，不吃白不吃啊！我这样啊？对呀，你就是命性强，你真强啊！哎，你真强。哎呀，我都说在公司里，你不要叫我华仔啊，叫我经理吧。行，电台的何先生来了，让丽莎跟猪皮完带他们出去。哪个何先生啊？每天只花两三万那个？哎呀，你随便带两个小姐给他，告诉他今天花的我付钱，还不高兴的话，叫他滚了以后不要来了。哎、没错没错，就他滚。脱了在这儿了，哇，你还没脱啊？哎，你再脱啊？这个不能脱，哎，我脱了。全都是臭男人。你怎么回到这儿来的？哦，我回来拿点东西。哎，里面怎么这么吵啊？客人高兴嘛。你敢出来，我脱光你衣服。哎呀，昌叔。哎，华仔不在里面。我惨了，我成功了，我抽到了，我抽到。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下贱。你有没有搞错啊？一场亲戚让他进来，喂，关我屁事，是你自己下贱啊。走走走，我不想见到你了。好，我不但走啊，我不干了，你自生自灭吧，你臭小子。哼，喂，工作归工作嘛，你别扯在一块儿，我做事就是这样，你这什么意思，赶我走啊？现在没人敢赶你走啊，我走而已嘛，我回乡下，我不管你了。这些东西啊，留下给你的，你去死吧你！哼，快走！一个个都是港残，没修养。喂，朋友，你还敢来啊？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这里的公主啊，比你还丑呢。走，小心点。对。几点了？不好意思啊，华哥。为什么没有客人啊？总之一言难尽。如果你见鬼，你走不走啊？真的有鬼啊！哇！啊！干你娘！吓
不是说极品吗？是极品呐、啊，丑之中的极品。把头伸过来。哦，哎呀，之前那两个到哪里去了？之前那两个被人包了。完蛋了，华哥，完蛋了！又怎么了？我们新买的洋酒不但呛，跟别的酒混在一起喝，马上醉。那边已经倒了三个了，怎么会这样的？马上打电话把强哥给我叫回来，交代清楚。强哥今天早上去了加拿大，参加儿子的毕业礼。喂，嗯，怎么搞的？已经一个月了。公司连十桌客人都不够，再这样的话，我们要搬到沙田去住了。九度山？宝福山啊，九度山。嘿，我有什么办法？没有客人来，你烦我也没有用啊。哎，你看这些小姐，个个长得跟猪爬似的，还有那些酒没喝死的人算你走运呢。这是你同意了才买的。你个阻止我吗？我有能力阻止你吗？一朝得志，语无伦次。还有啊，这笔账啊。我们连利息还没有还呢，人家会上来接收夜总会的，到时候我哪有脸见人啊？哦，喂，昌哥，你不是耍我吧？啊，昌昌啊，我想这样呢，这根柱子呢拆了，装落地玻璃，嗯，另外呢这些沙发呢全部都换了，哎，可以，我们要装修吗？是啊，这里已经太旧了。但是我们还欠财务公司的钱，哪里有钱装修？有，他有啊。这位老板怎么称呼你？这位老板呢叫刘阿仔，家将会是夜总会的大老板。哦，这样就好了，有大老板注资。大老板来来，我们到那边去。行行行，慢慢看慢慢看啊。昌叔，那30天之内呢，你们还不了这笔账，我们就抓人尖峰铺子。你说什么？30天之内还不了这笔账，我们就抓人尖峰铺子？你以为你真是神童啊？是我一手把你摆上台的呀！你和阿炮两个只不过是我手上两颗棋子啊！你这摆明了耍我们两个。是啊，我是耍了你们两个呀！你咬我呀，大陆灿！这里我全看过了。哎，仔哥，怎么样？嗯，收拾一下也能做。是啊，我早就说这里不错了。交给你办了。好好，那去吃鲍鱼，我们吃鲍鱼啊！你个王八蛋，去！昌叔，你别这样。真他妈大陆灿！喂，仔哥，仔哥啊，吃鲍鱼，吃鲍鱼。喂，你怎么样？啊，走开你！我早就想走了，几个月都没薪水了，你自己干吧。我也不干了，被你害死了。伙计，来碗馄饨面。我们收工了，明天再来吧。馄饨面外卖。好，等一等啊。喂，你不是收工了吗？为什么还有外卖啊？是啊，外卖部没收啊。那来碗馄饨面，我拿走。刚卖完了。操！去你妈的！500块一碗，你卖不卖？你敢骂人？走了，走了！你们几个出手干嘛这么重啊？来来，擦擦擦擦擦，看见你这儿好可怜。龙虎炮，让开，让个位子给人家坐。来来来来来来。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成这样啊？他们是教训你，这是要告诉你，做人呢不可以一朝得志，语无伦次。哎呀，当经理呢，你根本就不够资格。你瞧瞧你那副德行。你很够资格吗？啊，你不过也是个抄面的，你凭什么来教我？哎呦，这光说是没用的，要不要我露两招给你看看？你吃完了再说。干你娘！打成我这样，一碗超水准的馄饨面，就是馄饨要新鲜，面要爽，
首先在馄饨的馅里面需要些什么呢？需要把上等的肉剁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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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把它们全都给剁碎，配以新鲜脱壳大虾。好了，把1.5公厘的馄饨皮把它不松不紧的包住，跟着就用上汤去煮它，气气49小时。第二个工序就是把细面炒得刚刚熟，就像橡皮筋那样，用上汤把它过冷喝。好，第三个工序就是把馄饨放在碗底，细面放在上面，用秘制的上汤把它淋在面上，那个时候鲜虾的鲜味从碗底冲上碗面，好香啊。我的馄饨面呢，在佐敦道这一带已经出了名了，这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所以说呢，成功就要有秘诀，不是单靠运气。你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宝哥，我知道错了，你也不想看着夜总会就这么没了吧？你不如回来帮我们的忙，让他起死回生吧。搞不定了才来求我们，你当我们傻了？吃饭了马上给我滚，滚！哎呀，我恨不得等一下十级台风刮这个招牌压死你个王八蛋！呸！12月还刮台风，你当我是白痴啊？不过看现在的状况，为了表示诚意，跪一跪也是难免了。哎，炮哥，那家伙跪了一晚上了，真的就这样不管他？你就这样，不然怎么办？要不你带他回你家住住，啊？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让我帮帮你吧。对不起啊。也不能全怪你，我自己也要负一点责任。炮哥啊，外边又有个女的陪他跪啊，那怎么办？啊？哦，这有女的，那可要出去看看了。来来来，走，看看是哪个女的。哇，我以为是哪个女的，原来是你女朋友啊。炮哥，什么事啊？炮哥，你原谅他吧，不然他又跪了。我原谅你，继续跪吧你啊。炮哥，你怎么了？我真的我知道你知道错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了，那么多人看着我们呢，多不好意思。炮哥，哎，干什么？你原谅他吧，炮哥。一位娱乐之神屈就在一间面铺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幸亏来得及时，我求了他很久。你看那俩车头灯多够照，就冲他我们就开始地狱式训练。今天呢，先委屈大家喝清水，至于香槟酒呢，以后后补。嗯，好。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夜总会的生意呢，每天超过了60万的大关，连小姐都不够用了。我不怕老实跟大家说吧，老鬼昌想吃掉我们没那么容易。那我已经跟联交所谈过了，明年3月我们可以集资上市，让那个王八蛋他吃不了兜着走。我们月底把钱还了，就不用再怕他了。不用等到月底，下个星期我就去赎回来了，走着瞧吧。哇，下个星期就是月底了。哎，公司现在只剩下500万现金啊。只有500万现金啊，就算从今天晚上起每晚都有100万的生意，加起来只有1000万，始终还是不够还啊。哎，这样真是心情沉重了。行了，一定行。行，干嘛这么苦恼？炮哥，你有办法吗？那，你要的方法就在书里面。嗯？咦，这本不就是《Time Internationa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School of the Magazine》？他们真的要参加这个比赛？色彩高，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哼，
入场券要100万美金，啊，赢定的。他们要死，让我们死好了。哎，不对，赛克，我收到消息了，就是因为参加报名费太贵，根本就没有任何夜总会参加，没有人参加，他们就自动成为冠军了。你的意思是？嘿嘿，我们夜总会参加，打败他们。现在用100万美金拼300万美金，这样太傻了。喂，赢了就不傻了。哎，彩哥，快过终点了，不能够堕马的。万一真的没有人参加，他们赢了，有的钱还给我们，我们就收不回那间夜总会了。那你能不能担保我们赢定呢？我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这次我要一棒打死他们，要他们永不超生啊。好，那现在我参加，如果赢了的话，奖金照分给你。哎，谢谢谢谢。输了你一样是跑不掉。放心吧，彩哥，我跟你是绝对不会输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发表的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啊。好兴奋啊！全亚洲最尊贵、最显赫的天皇星级娱乐场所之最，今天晚上就会在各位面前隆重诞生了。到底哪一间娱乐场所可以夺得今晚300万美元的奖金呢？很快就会有答案了。先来说说今天晚上评审的标准，就是以娱乐场所的装修、P2 的素质以及服务的素质为主的。而最后角逐今晚宝座的呢，就只有以下的这两家夜总会，就是海皇星夜总会和丽晶夜总会。现在有请东华三院的主席、东华分院的主席、仁济医院主席、保良局主席他们的跟班，以服务老板为己任，简直连脚趾头都要舔的胖子玉刘玉，去评论一下这两家夜总会的服务吧。我今天一大早就去了海皇星夜总会。好，好，好。哎，老板，请喝杯茶吧。嗯，好。哎呦，对不起，长哥。来人！长哥，什么事？拖出去打！不要，长哥不要了。玉哥想喝点什么？玉哥是你叫的吗？应该叫老板啊。对不起啊。来人！不要！陈哥，拉出去！对不起，大卸八块！不是，不要！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老板，对不起，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他们对员工招呼客人的要求可以说是一丝不好。哎呀！满意满意。慢着，我自己来。哇，他连皮鞋都肯贴，那我们这次不是输定了吗？哎，你镇定点，怎么说你也受过地狱式训练，不过你的舌头好像没练。丽晶夜总会，我一进去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招呼不是太无微不至，但是那种亲切感你会觉得很温暖，令我回忆起小时候。小啤酒，香蕉皮，马兰开花21。最重要的是让我找到了童年失去的东西。哇，你竟然做这种事，换了是我为人耐吧，一不做二不休啊。当我很满意要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厕所里面连个清洁工都没有。试问一家高级的夜总会连一个这么重要的环节都会疏忽，又怎么能成为一家天皇级的夜总会呢？反过来海皇星夜总会就不一样，虽然他们对员工刻薄了一点，但始终是顾客至上吧。所以这一局我判海皇星赢。耶！哎呀，真好，清洁工多重要啊。我早就说了你了。
不为人奶喂奶瓶，一定是功亏一篑了。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评比小姐的素质。那么我们呢很荣幸的可以请来了泰国佳丽进出口公司越南玫瑰花模特儿中心的总裁，而且呢还是保障妇孺协会卑昌维良系的教授，阅女无数的 PK 黎先生。那天晚上我到了丽星夜总会那场子，哎呀，那哪是什么场啊，那跟坟场差不多，那小妞啊全都拉长了脸，长得跟猪八戒他妹妹似的，简直像得了性病一样。你以为客人都有白内障啊？吃我下的药，够聪明吧？全场还只有三个妞还可以看，有一个呀，如果喝醉了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糟，糟在他的年纪。小姐，你还长红了，那边只好我们上了。更糟，那边全都不会滑。哎呀，剪刀石头布，布剪刀石头，这你都不会了？是什么呀？布剪刀石头工啊，你怎么出来混的？你还不如站在街边去卖呢。这第三个呢？哎，出来玩呢，勉强还可以接受，但是糟蹋他有口臭，这还不止，连他的头都是臭的。都去海皇星夜总会，那就不一样了。那些小姐的肌肤啊，真高啊，简直是千娇百媚。最令我感到惊奇的就是，有四个美女啊，跟英姐的亚洲小姐长得真是像极了。最细的就是那些小姐，还没做过五分钟呢，就说：“老板，我要走了。”哎呀，你走什么？你在急什么呢？啊，不，在动车。哎呀，把它扔过来了。他就说了：“喂，老板，你没有钱呢，就不要到这个厂来冲了。”哎，我就想解释一下，谁知道我还没解释呢，他们一块来打我。哎呀！哎呀！至于丽晶夜总会的那个场子呢，虽然那小姐是各自有缺点，就像那位不会划拳的 L 小姐那样，哎呀，但是她令我有初恋的感觉。那么年纪大的那位呢，她又可以令我找到失去的母爱。至于那位全身臭的那位，那就更不错了，她自动投怀送爱啊，既然她成这样了，所以这一局呢，我就拍丽晶夜总会，别的。哎，好了，现在就到了决胜负的一局了，就是女装秀。我们邀请室内设计名师，他在建筑界得过不少的奖项，他曾经得过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杰出衣着人士、十大富豪、十大劲歌金曲、十大奇案、十大。不好意思啊，我们的稿有点问题，现在就有请李丽设计师。那各位，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件海皇星夜总会的装修。当我踏进夜总会的第一步，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所有看见的摆设都是用24K机，又或者是古董，是吧？小心小心，光装修用了200万。嗯，物有所值。那些地毯呢，是用南极冰圈的熊猫毛织成的，一丝一丝的用人手织，那种舒服的程度呢，就像处女的肌肤一样，哦，滑不溜手啊。我想问一问，在南极有熊猫的吗？就是没有才高贵啊。他们的贵宾厅呢，用欧陆式设计，全部落地玻璃，户户向海，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真是美不胜收。在展销期内还有折扣优惠，首期10000多，月供只是1000多块钱，真是有身份证就能够当业主啊！还看，快点来吧！哇，你这是卖楼盘广告还是说装修啊？哎，至于那间丽晶夜总会啊，一看就知道是没钱装修，用那些50块钱一尺的布料，还有大陆款式的沙发，格调又陈旧，根本和夜总会的格调是格格不入的。哎，这下没辙，这民主党啊，真是拉队离场，从来都没见过的。但是呢，喂，等，你先别走，干嘛？啊，带给我非常温馨的感觉，令我在繁重的生活当中投入了这个写意的空间，无时无刻都了无牵挂。丽晶夜总会是你们的必然选择。那是什么意思啊？很难，真的很难。要我在这两个厂之中选出一间最好的，真的很难。所以我决定打个平手。
总算没有浪费我们的地狱式训练。当然了，名师出高徒嘛。战果呢，真是出乎意料，竟然是平手哎。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的首席评判。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放心吧，七哥，我很有把握。等赢了再说吧。一定赢，一定赢。怎么样？结果已经有了，亚洲天皇星级娱乐场所之最，就是由海皇星夜总会还有丽晶夜总会双冠军。而这300万美金的奖金呢，就由两家夜总会平均分配了。反对！既然是天皇星级之最，就只能一个赢，不能要双冠军，所以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哼。老板，经过我跟首席评判的商议之后呢，就决定由两间夜总会各派一名代表上台拼酒。夜总会除了服务的素质之外呢，经理的酒量也是很重要的。而比赛呢，是用3局2胜制，每人要调3杯酒给对方喝，每次只可以用3种酒，哪一方面醉了就代表哪一方面是输了。三中全会，哈。什么？三中全会，这又算得了什么呀？老鬼称在江湖混了20多年，别说三中全会，10中全会他也不怕。是调酒，你知不知道调酒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把酒倒在一起，那就行了。花的在那儿晃来晃去啊，弄来弄去的，把马子还可以，浪费时间。嗯，不是说酒多就赢啊，傻小子。越饮越伤心。这种酒酒精浓度的含量达到98.6%，近乎于工业用的甲醇。大陆菜，你行不行啊？喝了之后，心脏会不停地加速跳动，如果体质稍差，就会有中酒精毒的情况出现，所以就叫做越饮越伤心。哇，这么厉害，现场变装。这个装不就是60年代夜总会邪神的装吗？没错，我就是退隐了30年的夜总会邪神，人称 Michael Jackson 的人就是我了。连 Michael Jackson 都用上了，看什么时候又会变成了 Mel Gibson 还有 George Harrison。 Pao
涛哥，你帮帮华仔吧。哎呀，我怎么帮啊？台上是一对一拼酒，难道我冲上去打他两拳啊？况且邪神调的酒是务求要干掉对方，而华仔调的酒呢，是要令人开心的那种，这怎么斗啊？这团就是你的啦，只教他跑步跳绳，为什么不教他调酒呢？关你屁事！我们这个是地狱式训练，你再多嘴，我就用口香糖勒死你，把脖子伸过来啊！怎么样，大陆灿，你行不行啊？哎，你行不行啊？是不行。蛮聪明啊，跟我刚才调的那杯一模一样，这样就想我喝醉啊，太难了。怎么样，不敢喝了？等等，我要求封酒。喂，你以为你挺凶悍的？喝吧，不喝就当你输了。喝，快点喝啊！你喝不喝？喝啊！三魂七魄追命酒，一听这个这么有气势的名字，就知道这种酒非同小可。喝了之后，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大风？跟着就对了，还闪电啊？不会吧？哇，还下雨啊！这种大自然灾害的幻觉会不停地出现。要停止这种幻觉，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酒精排出体外。跟我斗啊，你真是的，死路一条啊，大陆灿。喂，你行不行啊？你不行，我就判你输了。华仔在干什么？现在他想把酒精排出体外，所以他不断地做运动，令自己的身体大量地出汗。真有你的啊，大陆灿！喝完了我那杯三魂七魄追命酒，你还能不停地动是吧？好，喝完了我最后这杯，看你还能不能够动。喂，你练够了没有？已经没有时间了。还没退啊！我小弟，你连酒都调不了了，认输吧。解会酒，顾名思义，这种是给死人喝的酒。要解这种酒，全凭个人的意志力。华仔，要支持住！华仔，打起
精神！花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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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输，我不能输，我不会输的。这杯什么酒？这批就是新买回来的那批，叫做恶友恶报酒啊！这种酒啊，光这么喝都烧心，如果是混着来喝，酒心都得挂。哦，是吗？耶！皇家好吗？感谢我爸爸，华仔，我爸爸，华仔，还有一直在支持我的，浩哥，大功告成了，其中还有华仔，你支持了我很久的传媒啊，也就是新闻啊，这些什么机构啊，华仔，你也不能忘记谢谢我的女朋友，哎呦，华仔，哎，他去哪儿了？哎呦，哎呦，华仔。成功了，哎呀，修理他，是。想得到，却得不到，爱上太容易，难一世要好，这一点怎么瞒料到？竟奢想。与你终老，碰上大事离开却太早，转身走不给我预告，可知道我舍不得你的怀抱，日子天天很枯燥，怪你你不知道创伤与跌步一生都不可以修补，you